Three, two, one. Arguing again, arguing about something so simple. Make it clear, tell me why you're running back to him. Feeling insecure, feeling like there's more to your character. Every tear that you cry.嗨大家，我今天呢有一个影片要交稿，所以我从吃完早餐到现在都一直在剪片。今天原本比比叔叔是放假的，但是呢他临时要去客人家帮忙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先去弄了。不过他刚跟我说他已经结束了，所以他等一下可能会回来，然后我们不确定要干嘛，我可能还是要待在家里面剪片，毕竟是礼拜一，然后大家就开始上班，所以信件也比较多一点点。我今天就大部分会在忙工作的东西。他现在在粘这个木头，是为了要给乌龟在他的池子里面的一个造景。难弄嘞，弄得好糟哦。我们现在呢全家都一起出门了，然后还在讨论要吃一些什么东西。刚刚原本想要吃卡拉拉鸡，我今天礼拜一公休，然后后来想说要吃秦味馆，结果礼拜一也公休。他也公休、哦、对，两个人都公休，所以我们就只能吃跟来。你知道油葱鸡是哪一家吗？我就跟来就好，我跟来。不知道欸，就上次有那个买几个菜。他刚才讲那个你有听到吗？他刚才讲谐音笑话，妹妹说跟来我就跟来就对了。好强哦，很强啊。B B 叔叔现在正在帮俊儿剪头发，然后洗澡。我想拍给你们看，超可爱！他怎么那么乖？难怪我就想说，怎么还听到洗澡的声音？原来还没到那个步骤。还没啦，还没啦。我还没看过这么乖乖，这么乖乖，这么乖乖，从来没看过。君君哥，这是什么歌？好可爱呀！多毛，耳朵毛不见了。好可爱哟、哦！太可爱，虽然剪得坑坑巴巴的，你看这个胸口的地方，哎、欸，很可爱的，而且摸起来毛变超少了。吃奖励的东西，吃小鳄鱼，坐下，握手，好乖，换手，好棒，趴下，趴下，等等哦，等等，趴下，等等，趴下。等等哦，好，真抢走，太可爱了，这个毛毛，它变得好清新哦。它很喜欢吃那个。对啊，超级卡哇伊哦。我们要来吃这个 Costco 买的韩式拌饭。它里面有一些冬粉，会吗？我要加起司。你要出去表演哦！我要加一点泡菜，这个也是在 Costco 买的，它是那种很酸的，我超级喜欢吃很酸的泡菜。你是不要？哦，可以直接吃一
完成，我加了一些泡菜上去。Kitten play Groundhog Day, Tammy Faye. Hello, speaking. Yes, of course I'll hold. Gloria, it's Cow Shop TV.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give me a slot to sell my dog beds. 我们家这边有一个长在墙壁里面的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决定把它拿下来养。它整个这样子伸在缝缝里面。太扯了吧！出来了，它的根到底多强啊？好深哦！对啊，好夸张哦！而且你们知道它是从这个缝缝里面长出来的吗？超酷！发现那个树之后呢，我现在决定在我家这边阳台绕一圈，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这是可以养植物的土。加一点大蒜水。可以杀虫。我们刚刚都在阳台弄植物，然后现在要去吃卡拉拉。昨天本想吃的，结果我昨天公休，然后今天有开，好久没吃了。吃他的烤肉要不要？啊，我更想吃那个。对，我想吃，还是你吃烤肉，我吃火锅。好像不行耶，两个人的话你应该真的行。可以啦，我之前跟黄宇去吃，还是吃火锅。At the party while you draw jacket, you know it's a shot. In the rarest and the raw fashion, still trying to figure how this all happened, huh? You know this ain't the time for the two of us. Ooh, I ain't got space to be thinking about you. You know.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在前年的时候买了一个龟背玉，然后呢我已经把它分株成六株了，结果呢它现在最一开始的那个又发芽了，它还要给这么多那个白木耳，坐在旁边等饭饭。阿俊坐超挺的，我都做这么好了，摸摸。你怎么这么乖？阿菊，剪头发超可爱。我等一下吃完饭之后要去看眼科，这就是一个回诊啦。然后我之前前半年在检查眼睛的时候都是疑似青光眼，然后上个月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应该就是确定是青光眼了。然后从原本那个只需要早上点的药水，改成现在这个早晚都需要滴的药水。因为是新的药水，所以医生就让我试点一个月，然后今天要回诊去看看我点这个眼药水之后眼压有没有被控制住。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只能用控制的方式，不需要开刀啊怎么样的，因为还没有到视力或是视野受损，就只是神经有慢慢变细的状况。因为很多人私讯我问我一些关于青光眼的问题，所以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现在目前的状况。如果我没有持续在滴眼药水的话，我的视神经就会慢慢变细，然后到最后就会对影响我的视力。现在目前就我这个二十几岁刚发现的时期是完全不会到瞎掉这么严重的，但就是视力会慢慢的受损，所以才需要滴眼药水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让它不要受损这么快，让它是正常的老化这样子。我已经回到车上了，然后刚刚医生说我点这个眼药水的功效还不错，就是因为我点上次那个
眼压还是在一个临界值，然后这次的这个早晚都要点的，我点了一个月之后眼压就有明显的降下来，降到16还是17，之前都是在20或是22之类的。医生说他可能要再观察一阵子，不过这一阵子会拉非常的长，因为他说青光眼的这个比如说症状啊这些东西都不会是短时间内出现的，所以如果我只隔2-3个月或是3-6个月检查一次那种视野检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可能要就是长期的检查，比如说检查个5-6年才可以看出说我到底有没有因为青光眼而退化什么的。带君君来碧山眼散步，我要来走这个吊桥，你们看超级无敌长，不知道他会不会怕。干嘛一直叫他回去了？我要笑死！今天找这边，你会怕？哎，会摇好不好？这会摇好不好？哇，我们走过来了！你不要驼背。你又看到按哪边？红色，不是，到了一个景点，又有一个还没拆的包裹，订了一些那种不到时候会用到的东西，园艺的，哇，破掉了，好像有发现它是发泡链石垫在盆栽底部的，还有这个这种网子也是垫在盆栽底部，让它的土不要流出去的。哎，我以为它一个里面就是一个，哎，结果我订了1、2、3、4、5份，我也订太多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美观一点点的这种让植物攀爬的东西，你大家看。很可爱吧，它是这种有麻花的感觉，这边也有，这是比较大的，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只是捕获了一些就是到时候可能会用到的。哇，现在头发超乱。哈喽大家，我们今天要去一个我期待非常久的市集，叫做植芳市集，里面就是会有很多植物。耶、yeah! 你们就讲一句废话。我们今天特别就是蛮早出门的，现在时间是12:30，有史以来最早。对，平常都是什么1点才会起床，2点才会起床，然后3点才会起床，对，3-4点出门什么的。今天很早，都是因为我叫他起床，他很拖的，你们知道吗？这个吗？好啊，那这个。这个可爱，半夜的。给大家看，我们买了这些东西，有我一直很想要的白斑龟背玉，然后还有为了凑一个赠送的东西买的彩叶玉，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半夜观音莲，跟这个圆饼锦缎，也是我一直很想要的。还有这边这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但它超可爱，跟招财树，它是这种半叶的，
来吧，这两个各500块。我现在在录影。你给他们看这个，全部都是半夜的，我发现。给大家看我买的新的盆栽，它超级无敌可爱，是一个橡果的形状哦，颜色也很像。现在可以炒吗？你觉得我要换盆吗？还是我先这样子啊？这样子呀、啊？它松到爆哎、欸！要这么透透气才够哦。洗叶子就好。完成。皮皮叔叔挖的超级多洞，有必要这么多吗？旁边也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株呢是我一开始第一株植物，就是在建国花市买的龟背玉，然后已经被我分株出来，大概有6-7株了吧，这是第6、第7、第8，这里面有2个。我水根了一阵子，然后现在帮他们换上了土，他们都已经长出很多气根了。今天要拍虾皮的穿搭影片，然后今天是拍试穿的画面，明天才是拍讲话的，我要赶在这2天拍完，因为最近天气都很差，好不容易这2天没有下雨，雨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完全拍不下去。很多我觉得超赞的衣服。我刚刚呢已经把将近20套衣服给拍完了，花了超级无敌久的时间，大概有2-3个小时吧。我一直以为会拍蛮快，但是因为这次衣服实在太多了，所以就花了一阵时间。我想说来跟大家一起开箱一下我博客来的包裹，我又订了一些书，哈哈，我好像是上礼拜五订的，然后今天礼拜一就收到了。全部都是跟植物有关的书，哈哈。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首先是这个新手种花100问。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有一个植物的粉专在推荐一些关于植物的书，然后他就推荐了这几本，我就蛮有兴趣的，想说买来看看。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它叫做《植物医生》，就是一些植物的病虫害图鉴与防治的方法。这个我觉得应该会蛮实用的，就是只要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打开翻翻看，比如说叶子上面焦黄啊，或者是有被咬过的痕迹，或者是长红蜘蛛等等的。我觉得这本应该会是一个蛮实用的书。然后最后一本呢是这个《植感生活提案》，这个好像算是蛮新的书，里面就是有一些修剪植物啊，或者是你要怎么摆放装饰你的房间等等的。这本我也是拿来就是无聊就翻翻看的书。我目前看下来，我觉得植物医生跟新手种花可能是会比较实用的工具书，然后植感生活提案的话，就是如果你很想要看一下就是某些植物要怎么装饰啊，或者怎么挂会比较漂亮的话，可能可以看这一本。今天的晚餐吃我妈弄的宫保鸡丁，还有小卷跟这个是什么
竹笋，好赞哦，这个超好吃的。还有豆瓣酱，这有人叫凉笋，我不知道哎，就是这种烫一下，然后沾美乃滋吃的，是吗？你是沾美乃滋吗？还是酱油？对，我们是沾酱油。嗯，好好吃，他的唯一拿手料理，没错。妈妈的唯一拿手料理就是这个宫保鸡丁，还有鱼香鸡丝，哇哦，没有这个是最好吃。其他只能算是你会的料理，不能算是你的拿手料理。我们现在要出门一趟，要去小北百货买衣架，因为外面那个晾衣服的衣架都生锈了，所以想说去买一下新的。一个人形立牌，太真了。我们刚刚买到了最后一杯芋泥波波，还是香芋波波？香芋波波。然后还有这个棉被五墨绿，这个喝起来超级无敌像以前在绿盖的时候会点的那个，超好喝。对，就是绿盖，经典绿盖的感觉。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五墨绿珍珠欧蕾，这个还没喝过，但是香芋波波我们都觉得蛮好喝的。好可怜，好可怕，你的表情看，你哭了，我哭了，你流眼泪。天哪，好可怕哦！哎，开始跑了。分钟，各位 guys， 各位没事吧？各位 guys， 之前好像弄过，对，但是最近的话是第一次用。妹妹要帮我，因为她是经验老道的人。之前上课，对，她上课都要弄的。我好怕，就直接捅鼻子。你会戳到这边，差不多这里有一个进不去的地方，然后你就停在那边抓一下。抓五下，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几下。应该差不多，换另一边。换另一边来，看什么看？还没有那么痛。哎呦！真的会打喷嚏。好，然后，哎，我不行了，我狂流眼泪。有啊，我有戳到，就是很痒很痒的那个地方。好的，一、二、三，哎，三下去了吗？三下去了。哦，四、五。好，转起来。它如果是阳性的话。这样过去踢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吗？还是完全不会？要真的等15分钟啊？嗨，大家，我已经拍完了。我刚刚总共拍了。从1点开始拍到现在4点，拍了3个小时，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我拍摄以来蛮顺利的一次。我刚刚1点开始拍嘛，然后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在1点半之前完成片头，不论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都是要把它在1点半之前完成。如果没完成的话，我就只能继续去做后面的事情，我不要再回来再想这个片头了。因为我之前就是会很想要把片头拍到好为止，但后来觉得说片头耗掉我1整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更久，这次我给自己压个时间就。表示很不错，先吃开动，回家吃早餐。为什么是早餐？因为我早餐没吃。真的假的？你完全没吃？完全没吃。小雀不可以偷哦。他在跟我抢牛肉。蒜片。我刚刚又下楼去拿包裹，给大家看一下。超级可爱，我订了白云蔓绿绒，然后这个是好像5寸的盆子吧，这边有一个新的叶子，还有另外一个是桔梗蔓绿绒，包得非常的好，它只这样子粘在里面就不会动来动去的。超级可爱，哒哒，好，我来小心翼翼的拆它。目前看起来根系都长得非常的不错，你看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根系，这个也是很健康，开心。
what we're doing is bad.